有一有十一章，主话夫妻关系事，夫妇关系性，三年无改有夫之道，可为孝义。十二有主话，女之阳何为贵，先王之德是为利，下代有子，有所不行，必何离何，非得节制，也不可行也。十三章有主话，心经无疑，言可合也，将言无力，还体育也，因不是其亲，亦可当也。十四主话，君子是不求报，故不求安，人无私的心无言，就有道的情言，可为好下也易。十五章主讲话，贫的不甜，富的不骄，何足主话可也，一了贫的着，富的好的假也。主讲话，昔闻如车如车，如动如麻，其实即为无。主话，夫也，是可无言是意义，各自往里地来讲。十章主话，不患人之不计地，患不计人也。Yeah.